南希斌的古什么？古筝课堂。古筝课堂。哎，画的古筝画的好好啊。嗯。嗯。这什么味道？不知道哎。沙发。人呢？张火火。周周。周周。你会带吗？我教你吧。哎呀，不用，怎么敢呢？你们俩站这是怕我俩打起来是吗？不怕。啊，门关一下。可以开始了，张火火。好，现在先给大家演示的是带指甲，带指甲。带指甲是有一门很有深度的学问。为什么四姨别跟鸡鸡？四姨别。好的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我跟周周吵架了呀？真的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我要把这个事儿给越演越大。哼，我们要在这里打一架。我们一会儿要打架了。两个保安一边站一个是吧？周周能不能不要那么小孩子？没关系，若涵没关系，我们周周好瘦，我们都比较大度。游戏玩不起还说别人。哎，我游戏咋玩不起了？你跟我解释解释。悠悠多大呀？30岁。谢谢单身包舞的。这样，我的手是不是太大了？嗯，其实刚刚要让你带这个大的。这样。你是我最想要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很爱情。嗯，会的会的，我们很好的，你们放心吧。真的打起来吧，不然太无聊了。那一会儿弹完琴我俩打一下啊，你们别走。对，这就越来越飘。就这样到这儿，留这么多。哦，这对了吗？对了。我会弹一点点。是是是，因为最近这两天大家都挺敏感，没事儿都是小事儿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不要说周周了，也不要说我了。晚上是退房游戏。退房游戏，是啥游戏啊？嗯嗯嗯，不会的不会的，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。好，这个。四姨对你有意见。没事，他对我有意见，他会跟我说的，不需要你来告诉我。周周真的瘦了。弹个鱼肉唱晚吧。我要不我先给你搜了一段，你来指导指导。好。来，让开。来，周周将今天出淘汰。他们像铁三角相中周周的粉丝团。果然是良心第二号。好，我管住自己的嘴。今天晚上最后一名去退房候选人。真的？不是啊，我不光在粉丝面前装好人，我还会在房客之间装面前装好人的。你看啊，你刚刚弹的是这儿吧？你可以这个用这个。
时候，得做个样子吧。啊，对。大家再刚刚说的话，再刚刚说一遍，我没有看清。嗯。你觉得孔周还是周孔？啥呀？是什么什么周孔孔周呀？啥呀？关看上周周的财团了。谁？晚上的游戏叫谁是傻瓜，那咱俩输了，因为我俩就是傻瓜。晚上游戏最后一名是淘汰，晚上是智力游戏，那完了。周周有话直说，不说会变胖。游戏，我学古筝，我是小的时候8岁开始学的，学了有个2年，然后但是后来就不学了嘛，就没练过了。然后所以说在考高考的时候又要采那个乐器展示，然后后来才又学的古筝，就练了一段时间，但是后来又不练了，没怎么练。嗯，我跟周周一定会好好的，放心吧，我们都会好好的。嗯，因为我们都是梁启明。对，都是梁启斌。周作人和梁作人。对，才赢了，是傻瓜才赢了，哈哈，谁是傻瓜才是赢家？谁是傻瓜？谁是傻瓜？哦，对对，那晚上周周你赢了。给你教你一段了，前面的这个。哎呀，一言不合就跑步，这个音跑的，听出来了没？要不我们坐这调调琴吧。平盘相册超级喜欢，周周弹的能在调上。周周嘻嘻，对，做一个很作的动作。已截图了，已截图，截图了没？三角老大和周周，我会的会的，合力要害我们啊。周周真的瘦了，害我们什么？哎，我是不是有被迫？他们要挑拨你跟老大的话，怎么挑拨呀？先接近你，然后先接近你。不是，就像今天咋样挑拨的呀？今天不是他们挑拨的，是我们自己拨的，挑拨的自己。西西，有人说你弹古筝不好听，给他秀一下。那他就不听。因为我弹的本来就不好，那他弹的好，他赢了。好的，谢谢微笑的 Nancy。他们说周白痴好骗，周周别相信三角。我昨天已经跟周周说过了，然后周周心里边也会那个什么。你看我的双下巴没贼了。啥？我们肯定会好好的，都是其实都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而且很多东西，我会开心的，但是我可能会说这两天可能，要快来大姨妈了，然后所以说情绪可能有点不稳定。嗯，我也是。他快来大姨夫了。我们女友团都服了你，若涵说服了你，我怎么了？智商。就不让你去相轻易的去相信别人。陈楚香会坑害周周的。好的，周周尽量我们这两天都拉着他四姨不碰。梁习斌最近不好看，因为他的脸不和谐。啊，你好看，你好看就可以了。小芒果不要欺负我，没有欺负他，
没有气魄，我们俩都得大气些，西西整过容，对，不用说了。那个摄像老师可以把灯开亮点吗？太暗了。对，这有点黑。何丽说周周坏话，哎，那你周何丽说周周啥坏话了？哦，没有，刚刚翔哥说，假如有人说何丽说周周坏话，周周会不会相信？嗯，一言不合就谈。然后我说不知道。我们不会，自己你和周周坐一起就不显胖。周周已经瘦了很多啦。今天晚上有周周恳谈会吗？啊，我就是最近身体不是很好，今天晚上吗 ？Hello， 我是小吴。什么？他说今天晚上怎么了？好的，知道了，谢谢。就是应该跳个舞，还没到时候。翔哥吗？我跟翔哥在一起就是减肥，健友。西瑞。健身的健友。你们出去，你不是你出去一下。我出去干啥呀？我来在这里谈一个。那我站旁边吗？哦，对对对。你让我出去干啥呀？在这儿。我坐这儿。就傻，他不会的。周周是，我觉得他自己心里面也很明白的。周周智商真的不行。是呀，丽姐旁边的两个二傻子，我们不会被挑拨的，放心。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弹了一首古筝版的《他》？哎，刚没听出来。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。喂 ，1 2 3 go。哎，弹错了。哇！好没有桌子啊。这个好像快。看到了吗？然后说富宇昨天晚上说你对他的好太假了。然后呢？然后说有点过。那个有花椒小心点儿，然后这个不是吧，不是啊，真的没听出来。哎，我咋挑事了呀？是刚刚你们刷的朋友转述给老大啊，看到了没？时间会证明很多东西的，你俩对，你俩那个谈吧啊，我们在外边就吃了。你们吃了吗？我们现在出去吃。周周吃了吗？没有。周周有自己的。周周有自己的那个啥。哦，你不吃这个是吧？没有，我要先尝尝这个。不会轻易相信的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判断力。啊！嘎了手。就是别说为谁报仇，就是有时候为谁报仇过吗？所以就不要说话。Thank you.
就是提前过八幺八，提前八幺八，周周三，周四一下，要不这时候不要谈了，往那儿去。One, two, 好感动。One, 那我就送一首歌给丽姐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弹错了。啊，弹错了，重来一遍行。你弹的啥歌？吃这个，他吃那个水煮的，他要减肥。就是不要欺负跑步机。我会的，我会的，我以后会注意自己说话的。我想要在，我是团队的弱点。什么叫我是团队的弱点？为什么要我走开啊？就不走，华晨宇，你巨帅，不要让周周走。他是这会儿在给我撑场子，让我多吃几口。大家都要我不要弹琴，看来我是没有体现出实力，给你们秀一个 one two three。再回来，然后再回来。对，周周都是黑粉。一家五口，周周最丑，周周只有黑粉。哎，你看吧，大家都嫌弃我。周周，你看，你好好看那个。我帮你端着。周周眼神为什么那么冷？因为周周觉得这样很酷。你就闻闻什么？你可以吃个鸡肉。和四姨，周一博，请带上麦克风。哦，原来我一直没有带麦，我一直没带麦，拿一下，我去拿个麦克风。他去拿一下吧。我一个下午没带麦克风，别被别人带走。周周是哪？我们没有不理老大呀。西西的嘴，西西好好管住周周的嘴，他管住自己的嘴了，他给封起来了。四姨少吃点，还是你的头像，真的棒。
可是今天晚上做游戏啊，不能不吃吧？出什么视频啊？我已经戴着口罩看，因为我要给你们看这个，口罩特别特殊，我抢了好久抢到的，好贵的。我俩和好了吗？没有和好。牛仔的。我俩现在一会儿准备打架了，有点闷。一会儿直接闷着我。闷。今天晚上的游戏叫谁是傻瓜吗？嗯。那不要比了呀。那你赢了。我俩并列第一。那个今天晚上的游戏是？周周游戏别放弃。周周变瘦周了。今晚多半是智力游戏。不是那个什么游戏是吧？啥呀？不是体力的。嗯。Hello， 若涵。说为零了。周周不穿彩虹糖了，因为周周要。腹黑了。对。马上黑化了。那我里面是黑的。周周已经被黑化。今天要产生，今晚是智力游戏，不要相信子欣，想早晚会害你们。看着丽姐好心疼，这两天太烧脑了，有一些小矛盾也是好朋友之间的日常。对，我们的日常就是制造矛盾，产生矛盾，化解矛盾。我们不是在世界之窗里面，肯定教室最后一名，又是我头像，是吧你？嗯，杨洋看着我们知道不会让杨洋担心的。刚循环完他是吗？他好听吗？晚上带着脑子再去玩游戏。为什么那个摄像老师，你这个镜头拍出来我好丑？我也是。下次给你寄表情包相册。好啊好啊好啊，我很想看，我特别喜欢后援会和傅宇和关都要从你这儿下手。谁说傅宇和关关要从你这儿下手？你们一会儿说从他这儿下手，一会儿要从老大那儿下手。周周人气第三啊，我的妈妈呀。洗脚妈妈洗脚。但这周人气好像你拉他的时候就这样，就是你们老说我。谢谢电影好看啊，全球后援的让我多吃点，是不是演技特别好？你们的老大让我给我做的，是吧？周周人气第三，好厉害的样子。上一周周周还进了吴晓芙，我好，哎西，好痛。看到自己重，被自己重复了。你看，还给了个大全景。他们就没发现。没被发现啊。光最怀疑周周，光是谁啊？关。周周老缠着四姨干嘛？不好意思，周周今天不是缠着四姨。周周才不想缠着四姨呢。四姨缠着周周。对。哎呦，插到我鼻孔里了。哎呀，你别有你那个腿。不是，我刚刚拿着这个，他的这个珍珠不是那个古筝片片，然后我就抠了一下鼻子，就戳到我鼻孔。周周没感觉这两天关关在故意接近你吗？感觉到了。
我看到我自己戳到鼻孔了。周周的粉丝老多了。周周，你赢了。好，我以后少说话，多做事啊，多吃饭，少做事，少吃饭，少做事。那我还活着干什么？你们能摆个 pose 吗？写周周是幽灵，他要盯死你跟丽丽。谁说？关关。关把丽姐几点做什么和谁都记起来了。你们不要相信三角，你们看翔哥的下场，你们吵架铁三角可开心了。周粉一直要求周周对孔好，说让我们摆个造型，要截图呢，摆个造型。他们要拆我和孔孔是吧？嗯，那我就跟孔孔来演一出，拆一出。幽灵房客是希瑞，对。贴吧都说是欧东华，周周四姨不要吵架呀。周周，你说周周跟欧东华长得像吗？周周，我拉了个大近镜，摄像老师，他在剔牙齿。对呀、啊。山羊老师，我跟你有仇。哎呦，那个替我怀疑关氏。关明阳老师盯着何丽，肯定要盯着他啊。若涵放心，若涵放心吧，我跟周周我们都好好的，复联都好好的。全身都是戏，你别演了，我怕你演成真的。我今天我跑了12公里。我其实我不单纯，我特别坏。我今天跑了12公里，特别。我每个人去密室多久都算？哎，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算啊？啊？子欣表明立场。谁敢翻我的铺盖，我就揍他。最火 CP 是孔周 CP。谁敢拆我的床？哦，我会小心的，我说话会小心的。谁说我谁翻掉了我的床？喝点水吧。谁翻我的床，我就不高兴。谁要害何丽，害何丽我就打谁，揍他。我要害丽丽。你打我，再来一下，一碗秋碎。啊，反了，反了。让丽丽放轻松，好怕她抑郁。贴吧说周周是下一个洋洋和叶子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会被送走吗？谢谢谢谢。你们觉得我会被送得走吗？我真的从这里出去的话，我半个小时打车就回家了。真的。我家就住在长沙，你们把我送走，我从这里出去打半个小时的出租车，我就到家了。走不了多久。对对对对，我走不了多久，我就到家了。欧对关承认他有任务，但不是幽灵任务。对，没和没和老大演，跟四姨倒是演了一下午呀。吃的宫保鸡丁。我不想学任何人，我是什么样的我是我，别人是别人。Hello， 吴昕你好，周周四姨摆个弹古筝的 pose 吧，我们一起弹 1 2 3就。你剪好了吗？嗨。好怕西西浩浩胖周走，周周走不了。他们的思想很成熟很重。周周打个出租车就回家。我从这儿来回我家。Hello， 小幸运阿江。周周真的要周周走的话，周周从这里出了别墅打个车，回了家来回一趟一个小时不到又回来了。关叫洋洋是弟弟，洋洋走了，叶子是姐，叶子是走了。那他叫我啥？蠢。啊，这是。你们看到没？这是看到我进来了，所以
刷了吗？你们家都是私房还是公房？什么叫私房还是公房？两个傻子。谁还合力就揍他，就揍合力。谁还合力就揍合力。认真谈一个，我刚刚很认真的在谈、啊。周周不是幽灵啊。四姨她要听小幸运。他们竟然说周周太笨了，所以不会是幽灵。关说你好，咋办？关说什么？关叫洋洋弟弟，洋洋走了。关说你好，咋办？散了是吗？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散了。标哦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散了。佩服周周的毅力，你们咱不能穿这裤子了，也太毅力了。这是西西的裤子。大家，我会在走的那一天瘦下来，一定瘦很皱很皱，瘦很瘦的。你看这种氧气，你这么、啊、那我想问一个，公然骂我白痴，还发这么多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你还发九个白痴给我。周周帮丽丽减肥，可以有，没有孤立老大。丽丽姐，你上一季最看好谁？她其实最看好这一季的我。对。屁，明明是我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现在到这里面了，主机位现在哪儿？在这儿啊。在这儿呢，你没看，周周都不拍了，拍你了。周周已在鬼门关附近出没。哇哦，被四姨圈粉的我跳进四姨的坑出来。在里面待着。为什么说周周最近在鬼门关出没？丽丽凑空也要健一下身。关和欧昨天讨论周和老大关系不好，要挑拨你们。对，他们俩关系特别的不好，一挑拨就散了。现在都盯着谁唱歌谁蛙跳，一会儿回去我们都蛙跳20个。对，铁三角是墙头草，说要手撕合力，合力是每一周主机位啥都没有了。都会被撕，手撕。为什么说周周在鬼门关附近出没？谁是鬼啊？主机位我在，因为可能我离你太近了，是吗？主机位你在吃饭，还有我在。现在是厨房，还有丽丽在。我老是发呆。那丽丽，你别穿那么短的裤子了。我也是，我要他周周争宠记是什么意思？西西把老大娶回家。你们要坚持自己的立场，会的，会的。为什么丽丽总穿？她也老穿我衣服，你们怎么没人说呢？希瑞又不让我们回家，我们没有。哎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哎呀，我的妈妈呀！不知道，周周敏感，心里住了个小公主。动不动就吵架。周周准备瘦到，我进来的那天是162。然后出去的那天，我想瘦到130。把你做的事、时间还有和谁都记了下来。我心累，心好累。你上厕所，你以后算好时间。因为关说了你很好，所以你在你鬼门关对对，就这意思。乌力月去写暑假作业了。对，我们等一下一起去唱。我管住嘴。摩斯拉小屋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收到了，今天忘记说那个后援会和冷宫团。最后一名是淘汰候选人。说你后援会和冷宫团那个你们会玩吗？你们一定要。那你万一要是最后一名了呢？对啊，我很想念你。不会的，不可能的。今天晚上是智力，而且谁是傻瓜这个游戏，周周赢了。一直被网友各种说，那说吧，能不能上话题榜呢？今天的任务是什么？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今天任务是什么？我还没收到呢。你别动，你别动。
别吵，你很吵。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们飞出来的任务是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有收到现在。细节你咋不谈了？这是我的课堂。下午三点唱歌，在你的课堂。今天晚上游戏谁是傻瓜？那周周赢了。啊，周周赢了。黑我的不是复仇者联盟啊，那也不一定。哎呀，说好的我的粉丝都是黑粉呢，复联不黑我了，我感觉我掉粉了。黑粉没走了一部分了，是吗？对对对。说好的古筝课呢？好，我再弹一遍啊。有那个人是说给你发那个信息，谁发语音 ？Hello， 小坏小坏，谁给我发语音信息？有个人说呢，关米阳日记世界上热搜榜。Hello， 小坏你好，周周马上就要瘦成渣渣了。他们说弟弟嘴抽抽是在是我自己吗？我们等下晚上健身吧。好啊，还是让星星一起。大家都来游戏玩啊。那我等一下你结束之后我们出去健身吧。哦，才六点多是吗？去健个身。Hello， 我说你是人间四月天，你好，小坏小坏小坏。小心的人已经有好多个了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。七七，昨天梦见你减肥成功了，哈哈。周周胖了还是瘦？周周脱给你们看。哈哈，周周不会是最后一名的，因为今天晚上的游戏叫做谁是傻瓜。对。周周这个发型好像二傻子。可是我一直都有双下巴哎。来，跟我一起跳舞。弹一首热一点的舞蹈。他们都说我们有一个任务是热舞，那我们就跳一个吧。来，我不会弹啊。随便来一首吗？不会啊，我没谱子。So with me,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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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th me。这是热舞吗？这算热舞吗？我好热。这很热的舞算热舞吗？我喷你喷的火。是我的造型 ，I really do， 无法喘息，我就是火，怎能被谁浇熄？哎，自从洋洋走了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热舞了。Baby， 我就是火，我就是火。哎呦，你不要，那你还绊我的脚。One two， 我就是火。我就是火，你看，你看他拜我的脚，你看啊，你看他从拜过了已经，你看他，你看还没有，你看他马上要拜我的脚了，你看这种人真是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什么都，哎，黑黑黑过，哦，无法喘息。你就是我，那睡的谁叫醒？啊！你别踩我呀！对对对 ，baby， 我就是火。丽姐穿裤子了，我今天穿了西西的裤子。欧和东华是这两个人吗？期待这一个幸运，这一个痛，多么奇妙的经历。绿光在哪里？
Green light, little moon。嗯，就说你的肚子。啊，肚子都是。啊，我痛。我跳了，竟然是我肚子肉。哦，说是这两周让咱俩做一个安静的男子和女子。别人压根儿不领情。知道呀，四姨是幽灵房客。你咋那么会猜呢？幽灵房客是洋洋，是的。丽丽胖回了。今天晚上开不开演唱会？今一言不合就开演唱会啊？那万一今天晚上游戏输了呢？哎呀，我心痛。丽丽，我难受。我输了，真有可能当冠军，胖了真不行啊。所以怪不得老大整天喂我吃东西。带着赤子的威武。哎，我这样的话就看着特别像抠鼻孔。我其实只是，老师你故意的吧？这个摄像老师。周周从原来想象变活状态，说周周最近在鹈鹕没有。Green light。周粉管理小坏说四姨爱你。你看现在大家都懒得打你的名字。啊，打我名字吗？啊，他玩得很漂亮。赢了杨洋，下周就回来了。晚上看清楚游戏规则。若涵放心吧，还有一个悠悠会给他垫底儿的，是吧？西西注意形象。不是，我刚刚没有，我这是这样的。然后我好想期待着等一下八幺八，然后又可以跟你们聊天了。现在三个人共一个房间，好烦。咋了？你听见了没有？他说，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，我不是挑事的人，他很烦。丽丽是要锻炼，你看多少人说丽丽。好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健身好不好？锻炼。我们现在去健身好不好？周周走不了。哦，你们我那个晚上说什么呢？啊，日记本世界上微博热搜了，微博热搜了上，我的妈呀！你们看就是那个，我天天喊着丽姐搞锻炼，她从来都不锻炼。我今天跑了10公里了。是凉是什么意思啊？喜欢孔周优。周周，你瘦了就不像柯基了，就不可爱。我今天收了两只柯基肉包子。什么粮食 CP？ 我在镜头里面是不是特别丑啊？就是今天会不会第一？哈哈，谁是笨蛋游戏？嗯。我也想拿个第一。老大养了三个西西，对，三个西西哦，三个西西哦。我们一起跳舞吧。西西，我们一起跳舞吧。一二三四。期待着一个新兵，这一个东西，等等等等的旋律。我等下出去，我弹吉他给大家，我们一起唱歌吧。好，好吧。怀念着的人，嗯，一般在哪里？哎，王祖豪说什么？王祖豪说什么？王祖豪说什么？王祖豪发微博说他要回来了是吗？明白，我呼唤，哎呦，我的头发夹在头发里面，呼唤着我，明白。你看我像个傻子，我才像个傻子，你看。In my life， 期待着一个新兵，这一个同期。周周镜头很帅，真的呀。镜头摔那就放心了，不要让我出去的时候。王祖豪要我要回来是吗？不要，我觉得真的有的人不要。我觉得等会儿我要讲一句，我觉得等会儿停一下，我要讲一句，我们家的周粉是特别的好，然后是对我的好朋友都很好，我特别的爱他们，但是我希望不要
打我们家粉丝的主意，因为我不准。万一他们自己愿意跑过去呢？嗯？什么？嗯。三个水瓶座，他不说了，老大养了三个女儿。呸。宾利，我们俩哎，咱俩也是犀利，宾利好酷啊，好酷啊，好酷，好有钱的 CP， 还带小翅膀呢。对啊，我跟他再唱过啊。期待这样，不能送真柯基。哦，是假的。啊，完了。我怎么老喜欢被骗？哎呀，咱咱咱咱咱咱，我英语不好，我给你们念一遍，我学的英语。预备，开始。It is cold, a winter day. A baby, her name is Snow White. She is very beautiful. Everybody loves her. The animals.Love her. The queen loves her. But queen die. New queen comes. And then? 后面什么呀？我看看。啊，三个人傻。She has a mirror. Mirror, mirror. Who is the beautiful? The Snow White. Snow White. No.No, no, no! Kill the Snow White! 谁？哎，洋洋，我看到洋洋了。韩小洋是吗？啊，韩小洋。洋来了，来给洋再表演一遍。把我的截图做成一个册子给我寄过来。来了来了，洋洋看到你了。哼哼哼。你们跳的是舞，想让我戳瞎我的双眼？期待这一个幸运，这一个动心，我们要变成绿花叶，整个山绿光在哪里？我要过我的生命里。我每次看镜子真的超帅，但是我一看这个电视，你就觉得我好丑。来，到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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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一起来吧。1 2 3 go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。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背过世界的决定，那为我淋的雨，你看后面那个扇扇子是谁的？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。好幸运，为什么一直都在刷这个？我最近和杨富宇的互动其实没有那么多了呀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。哎呀，哎呀，天狼少女，我来了。来了来了，洋洋。悠悠，跳起来。你们好，嗯。小杨，你怎么说话这么？客气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感觉像是你的假号，对，像你的小号，谁是像假洋洋，哪个是洋洋？复活再回去，你们保护我，可能你要回来保护我们了。对，你复活回来，我们还在吗？对啊，你复活回来，我们还在吗？但是当事人说你是献殷勤，为洋洋唱一首《好久不见》吧，保护你洋洋。周周可瘦了啊！卡起了，卡起了！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什么东西还能卡住？对，像劈了个叉。它是这样的。怎么回事？你看，像劈了个叉，脚抠在里面啊。红素菩萨。你看这。
同幼，同幼。老大，做好自己，多吃饭。孔中孔庸，加油！说现在贴吧，我是鸡巴 CP。说现在贴吧里面最火的 CP 是孔周斯。孔周斯，别再说了，老大。老大悠悠辛苦了，这三个小朋友。我不是小朋友。你等一下，你们对悠悠好一点。悠悠这条是你自己加的吧？嗯，西西西西西西还小，大家都多关照一下。他们叫犀利组合，他们是犀利组合。我俩是宾利组合。犀利多好听啊！宾利最啊，宾利车是吗？哦，那个我最喜欢的、那个。我们俩贵的那个。我们是毅力组合。毅力，你俩是毅力。对，我说你没有例子。我说哎，桑德布良心会回来。没有例子。老大，你太瘦了。和周周都不般配了，谁回来敢欺负我丽姐，我就揍他。今天晚上的游戏是谁是傻瓜？周周第一，周周赢了。周周第一。什么是谁是傻瓜？今天晚上游戏叫谁是傻瓜？谁知道游戏内容吗？嗯，然后是应该是智力的多一些，然后最后一名是淘汰候选人。我觉得王祖豪回来是要跟我 PK 的。他是谁呀？王祖豪是上一期的一个，他们在网上说我在这一季里边是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和小诺组 CP 的叫啥来着？思帆。对，我是思帆和王祖豪的合体。来现场这一句话，谢谢大家。你这一句话好好的，他这句话一说完之后。悠悠会加油的啊！咋了？悠悠会加油的，你们好好的，我们会好好的。悠悠唱歌，悠悠能唱的歌就几首歌，所以我是和那个别说了。然后他们说他过了，然后他们说那个刚刚说周周弹琴犹如悠悠唱歌。悠悠同桌 CP 最近火了。想看悠悠唱歌，我觉得也是想看。然后又等，听不见声音。孔周最般配，孔周最配。我又又又又又，哎呦！谁是笨蛋？谁是傻瓜？对悠悠好点、嗯。那大家觉得谁对悠悠不好呢？对，大家觉得谁对悠悠不好？谁对悠悠不好呢？挑事情。又是唱歌特别好，老大 PK 不过的好吧？吴小福大团圆。那你们都有 PK， 那我跟谁 PK 啊？又起 CP， 又起 CP 也要火了。我跟悠悠吗？游戏，不是，人家说今天咱俩那张照片火了。哪个？我刚，那张换脸。我知道。嗯，那我跟谁 CP 啊？我是。然后刚刚又拍了一组特别酷炫的照片。我是独一无二的。换人了。到时候会看到谁谁别笑过去了，悠悠特别逗。我是独一无二的。哦，换脸是吗？对。希娜，希娜是谁？希瑞。希瑞啊。希瑞对悠悠不好，他们说希瑞蜥蜴组合。咱俩是蜥蜴啊。蜥蜴。我哪天才可以开始做衣服？哦，没有关系，我会对王祖豪狠一点的，因为我跟他不熟。王祖豪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王子豪，我等你回来向你宣战。但是王子豪回来肯定会有一些比较适合他的游戏，但是王子豪比较适合王子豪的游戏，也是比较适合我的游戏。所以光差的是吗？嗯，
繁星。他们让你，让我们俩想让你跳舞。我们这是什么？悠悠对，悠悠不好。我和朱可。西瑞对悠悠不好。嗯。哦，云翔，我看到你了。周周和可儿。PK， 周周和可儿 PK。周周，你别再折磨钱了。给东华整生气了。小心一点。噔噔噔噔噔。刀刀是谁？王祖豪，祖豪要当当，因为，但我觉得他其实玩的很好，他玩的非常好，刀刀，王祖豪很聪明的，很聪明，玩的特别好。都说是说，不信你们说，周周，周周，你有那么大的胸吗？叮！啊，昨天悠悠的那个挺大的，哦，他们俩是气球，我还。王祖豪，哪个人回来人气都拼不过铁三角？谁说的？上个星期的人气果然王可在我们这儿，风水轮流转，这周这两天都快没人没地位了，还有我在。嗯，好 ，OK 好了，今天到这儿了。和可儿聪明多。今天到这儿了，我们走啦。王祖豪演的很好，走吧。走吧。走。钱帮你搬出去吗？说能进钱。啊，帮我拿个架子抬出去就行了。这边你把这拿着，谢谢，拜拜，我也想你，拜拜，晚上见，晚上八一八见。